有些老骨头，也该出来见见光了。板上的土都落了几层了，藏在里面你是准备变化石啊？滚！爷爷，我还活蹦乱跳的，少按错说诅咒老子。哟，这么就扎出来了，平时没少在线上蹲着呀？少废话。 老子蹲的是网上的买卖，一分钟几十万上下，没空跟你下掰。出息了，老魏，看样子没遭遇中年危机，可喜可贺。滚！还在玩荣耀吗？都多大年纪了，整天为公司忙得晕头转向，我连数银行账户零头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空去泡荣耀啊？倒是你啊，怎么突然退役了？小聪了，舍得回归现实，做个普通人？ 并没有，怎么，还想在荣耀里头折腾呢？嗯，我先站队了，要不要一起折腾？<笑>激动也就算了，没必要用脸滚键盘吧，不用谢。谢你个大头鬼啊！老子放着日进斗金的生意不做，陪你去打什么战队？ 当我没混过职业圈啊！电竞选手看着光鲜，其实就不是个人干的活儿。老子走800年就不干了。哟，人生赢家呀！我还真想亲眼见识见识。队长，查到他 IP 挂靠的公司地址了。 既然你没有兴趣，我也不强求，那就聊到这儿吧。这算哪门子招揽人态度？什么都没说你就走，就不能多求求本大爷吗？这混蛋！查出来没有啊？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，赶紧给我麻溜的，泡面呢？来了，老大。